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加油！敲我啊！哎，你刚敲我，很痛哎，很痛哎，你刚敲我了。你妈不是常常掐你耳朵吗？你这样才听话啊。那是我妈，你谁啊？你客气啊，刚看加那么多，刚看加那么多。放手，放手是吗？不放。好啊，你不放，大家就不捏了。帮我放手。不放。最后一次哦，不放手不要怪我了。不放。好啊，你要捏，大家一起捏，一起捏。放手。好，这个时候啊，你们这个跳舞跳舞啊，旋转啊，那个跳啊，那个那左，那前进探戈啊，干嘛前进？前进啊，后退啊，前进后退什么？哎呀哎呀哎呀，在中间做成要加声音啊！啊啊啊！放手。放手。放手。放手不是，我们要领导关照他吧。好，我要说，我要说，他是谁？然后可以跳探戈。好，我今天还是来破坏他们关系的。刚刚很亲密耶，很亲密哦。你知道他是我表哥。对啊，只能说对不起你了。没关系啦，感情就是要需要一些考验。你们不容易哦，加油，看好吗？旅游跟自己看一下哦。刚刚两位是在跳舞吗？我们心里在想着。不会啊，不会痛啊，然后耳朵红。对，超红。这看起来很忧郁吗？哎，因为你看起来耳朵很红。因为他这很练大力啊，都不知道我耳朵快掉下来，好痛。哎，好好讲话，好好解释。没有，我们要 hold 住耳朵，因为我刚刚是这样抓的。我中间有空心哦。他没剪指甲，好痛。他就没有把我插痛到一点。我故意的啊。你家有喜事少不了我。